一年一度的彰化二水跑水节登场了，正好天气相当晴朗，吸引许多民众热血参与。这回有啤酒品牌就携手艺术家推出活动专属的跑水节节庆罐，民众只要完成指定任务就能免费获得，也成为活动的一大亮点。紧凑的阵阵鼓声搭配互动性超高的表演，为彰化二水跑水节揭开序幕。跑水节就是为了感念当年开凿八宝圳的辛劳，提倡饮水思源精神，特别举办跑水马拉松等系列活动。这回有台湾原创的啤酒品牌就和官方合作推出活动专属的节庆罐，也让开场演出的表演者赞誉有加。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有趣的就是它有结合在地的一些传统，然后在地的特色，然后又用了比较现代的东西，然后现代的手法去表现这样。那跟我们平常在做演出啊，哦，也希望说这个可以从传统里头哦去吸收养分，然后呢再经过现代艺术的转化这样。民众到活动现场，只要加入品牌 LINE 账号，就能免费获得啤酒、拍照打卡，再加码送小巧可爱的黄色瓶罐泳圈。品牌也表示，希望可以透过实际行动支持台湾的在地活动，让民众用全新的角度认识特色文化。就蛮特别，因为之前没有这个像这种小东西，会更有印象。相对的，我也想到的是说，哎，这个酒也可以跟我们二水的一个八宝圳的一个水的文化来做一个相结合。那我想这一次这个酒商这样推出的一个活动呢，哎，确实呢能够跟我们地气相结合。彰化二水跑水节不只有刺激有趣的跑水体验，还有祭典巡礼、农特产文创市集以及草地音乐会等。而啤酒品牌就是希望能够将这些地方限定的活动，透过创意的节庆罐，打造成全台同乐的话题，成为推广在地文化的另类方式。记者综合报道。